差点把我的脚给弄湿了。幸亏我跑得快哟。抓紧跑，抓紧润 run run 是吧，常在什么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哈，尽量别湿鞋，抓紧跑。社会主义铁拳暴锤是吧，王健林、马云、潘石屹是吧，这个孙大武、任志强、耿肖南，哎呀，冯小刚、陈凯歌、张艺谋、陈道明、陈宝国、李雪健、章子怡是吧，这个董卿啊，倪萍、董卿，田震啊，该跑赶紧跑。哇，是田震啊，不是车震，有一个叫车小的是吧，好像他妈叫王丽云是吧，车小嫁了一个山西首富，后来没两天就离婚了，操，那一个婚礼就花了好几千万。远处有一艘船，不知道是从中国来的还是从哪儿来的。别当守财奴，守财奴最后就人财两空是吧，你惹得起机关枪吗？你惹得起坦克吗？是吧，你惹得起枪杆的刀把子吗？真凉快。
贾跃亭是吧，逃到美国不回来了。那些互联网巨头应该都在美国有产业有身份，美国、加拿大、澳洲、新西兰、日本是吧，英国、法国、西班牙、意大利。刘强东花了6亿在意大利萨丁岛，萨丁岛是个大岛，他买了一个小岛是吧，萨丁岛北边是科西嘉岛，科西嘉岛是拿破仑的家乡。意大利南部有个西西里岛，是吧？黑社会的发源地，黑手党，黑手党啊，教父。1970几年拍的老电影《教父》，我特别喜欢，是吧？维多·科里昂，科里昂家族，是吧？哇，人类追求的其实就是自由迁徙的权利，自由迁徙权，人挪活，树挪死，是吧？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，是吧？惹不起咱躲得起，要么忍，要么忍，要么滚，是吧？移民有好多种，有短途的，有中途的，有远途的，有国内的，还有国际的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人得活泛，别一根筋，死脑筋，死养眼，是吧？心想事成，心先得想，然后再行动，事儿就成了。心想事成。最近我天天出来遛狗晒太阳，皮肤都黑了。